你是不是本科不是法医专业？不是法医专业。那你为什么会读法医呢？也不是读吧，就是你后来工作的时候选的法医吗？我一直想学法医，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完了就慢慢的就自学，现在也处于备考的阶段嘛。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要走的路嘛，然后呢我的一个方式只能借此平台去抓住每一个机会嘛。确实是很喜欢，你是从小就真的很喜欢，从小喜欢看刑侦剧吗？也有关系吧，很多关系就连到一起，就这样。那你有想过如果本科再读的话你想报哪所学校呢？我想报辽宁省的中国医科大。哦，他们那边病理是很强的，不过护理专业也可以直接考法医专业的研究生啊，你没有必要回炉重塑啊。你如果去读本科的话，一下就是五年，而且这五年你还要学很多。你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问过我，但是人的一生在追求什么，到头来不过是一个满足。我觉得我能为我喜欢的东西一直去争取的话，我就觉得值得了呀。喜欢肯定是没有理由的。